我是李小龙，游戏规则，吃着人类跳高的本能，有两队交互进行，每人有两次机会，在大喊我是李小龙之后，全力冲刺，奋力要起，看看两个家族成员谁能踢得最高，但在脚上的爪子必须贴上板子上才算合格，站在最高者即为获胜。小柔准备好了吗？小柔 ，OK， 我刚才在旁边。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啊，不是你有没有穿安全裤的问题。你上去记得这一脚，你不要用这一脚去碾。哎呦，这个会把我们板子踢坏掉。对啊，两只还蛮像的啊。大家好，准备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关最容易拿分数了。对，马上来看，来何宇文这边先来好了。好，请准备，第一位。说我是李小龙。好了，往前冲，开始。来，等一下。运气一下，运气一下。我是李小龙。啊，冲！一点气势都没有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哇！一起看看到底踢哪里的。你要脚要踹上去啊！敢踹了！要用力踹了！再一次，来，你们，拜托你，起码这个连上去好不好？我是李小龙。哇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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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还用假音再讲？假音在叫，看看，哎呦 ，Go Go Go， 还用假音在叫，看看，哎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怀疑这个人大学联考是作弊偷来的。那个鞋子太大 ，size 太大，我已经查出原因了。但是这个游戏已经玩很多年了，他都没有鞋子的问题。不要再用鞋子，下一位，来，下一位，我们今天看小龙，小龙来，加油，奔跑力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恭喜！团结力量大了啊！嗨，我是李小龙，来吧！小莫气势不错，跳轰，快跳轰，跳轰，快啊！哦，不错哦，好，160，才160而已。再一次，有两次机会，小龙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踹上去，用力，这种感觉。用力踢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好嘞，好嘞 ，One more try。好，预备，我是李小龙。是李小龙。如果你跳到200以上，我就跟你舌吻。等一下，要问什么东西啊？我有话要说。哦，那我宁可100。你这烂货！一脚球全家吃到饱。剩下一个，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剩三个，快点！哎，表妹，快点，表妹，快点！他们剩下五个了，表弟，表弟，快点！这里剩五个了。这是两个，快上去！剩两个，放打老虎鸡吃虫，精彩内容马上回来。放打老虎鸡吃虫。我是李小龙，阿爸。Let's go！ 有了，七八一百八。成绩啊！何宇文队，哎，快出哪位？妈妈平常有在运动吗？她有，很爱运动，桌上运动。哎呦，桌上都打桌球。跟你一样啊，喜欢这个方程之战。对对对对对，不错不错。怎么叫人家的王小姐？这是没礼貌了，对吗？钟太太，钟嫂啊，钟嫂。重低音，中草东边草，龙中和声，中草东边草，龙中没草。好，欢迎中草啊！哎，新的中草出现了。如果你跳到200以上，我就跟你舌吻。等一下，你要问什么东西啊？我有话要说，对不起，那我宁可100就好。你这烂货，你这烂东西，我告诉你啊。最无耻的就是把自己当奖品这样。对啊，情人节有没有有一种欧马？你知道？欧马就是奥贝，奥贝欧马，他自己打一个蝴蝶结。哎呀，情人节突然间冲出来，嘿，今晚我是你的人。哇，就像你。那我以后要叫小钟叫什么？爸爸，叫爸爸。对啊，先习惯一下。一般会先从叔叔开始叫。叫爸爸尴尬了，叫 daddy。啊 ，daddy， 爸比也可以啊，爸比，没关系，因为爸布啦，爸布啦，爸比。
来给妈妈一个鼓励的拥抱。你要实质的，实质，比如说哦，5000哦，10000这样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对对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好，一分，加油加油！我是李小龙哇！我的出马妈妈出马跳！太厉害了，150，150，还不错，妈还有一次机会，妈来试一下。到那边再把腿粘上去，撑开，对，应该是快到了就再。哎，何宇文同学，你有什么资格教人家？哎，我是示范哎，你示范，你连板子都碰不到，示范。对，好，开始。我是李小龙哥，冲啊冲啊，妈妈来了。有进步，160。目前呢，最高的成绩是黄小柔队的180公分。有，好嘞，啊，再来是黄小柔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我是李小柔的妈妈耶。上篮用力劈腿，哎呦劈腿，用力劈腿，哎呦哦，哎呦哦，你妈妈腿很长，哎，妈妈170哦。哇，妈妈好厉害，这种成绩不错。哎，妈妈，我跟你讲哈，妈妈注意安全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过来的时候，再把那鞋子喷出去。对，你把它踢出去。但是我今天穿皮裤。哦，皮裤，没有把皮裤就脱了吧。小柔，你叫妈妈把它踢上去，她可能会跑到上面就粘住。好嘞，再来一次，只要有粘住，妈妈就上鞋脱了。我是李小柔的妈妈耶。拼了，拼了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妈妈上去，哎呀呀，上去，哎呀呀，上去，哎呀呀。好，还是160。哎呀，小柔把妈妈扶了一下。最高成绩还是黄小柔队的180。欢迎何宇文队来，请准备。何宇文队接下来厉害了，阿姨，阿姨来了。冲啊！快点，来了来了，有速度有踹，速度有踹，速度有踹，速度。来，160，一百六。下一次阿姨，黄阿姨的最后一题，来。何阿姨，我是李小龙。哇嘞！你要我是小龙哇嘞，差一点骂脏话出来哦，差一点哦，我们这里听得很清楚。我不要。你常在巷口跟人家吵架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知道？真的啊，跟上次跟计程车吵架也是他嘛，对不对？我操！我操！超车超车啦，超超！我们球弯超长，我超超。超车超车！我阿姨真的很会吵架，真的。哎，真的吗？阿姨有在哪里跟？阿姨有跟人家怎么吵过架呢？就整桌人在吃饭啊，我们家的人他们嗓门都很大，然后吃一吃饭就会有服务生敲门跟我说：“何小姐，你们全家是不是在吵架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是在聊天。”山东人聊天，哎呦，山东人没办法，比较大了。那你念念个笑呢？哎呦，你这样讲的还不累啦？哦，对。口头禅呐，那个你讲那句是我妈妈讲的哦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把那个气势外婆展现出来了。那个凶，你的 slogan 改一下好了，说哥哥哎来啦，好吧，来来来，阿姨来，预备来，哥哥 I coming， 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有伤有伤，哎呦，有机会，多少会哦？等一下，160，170。有没有180？等一下，有没有180？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脚趾头刚好，脚趾头顶到了，刚好他这个情况等于是用指上指，中指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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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180平均度，平均了，好，阿姨不错，厉害了。好，各位，小柔队呢目前也是180，所以两队现在成绩啊都是180公分。来，小柔队，来，来，小柔，我是李小柔。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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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小柔的姐姐，快打！姐姐，快打！黄小柔的姐姐，快打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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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0！哎呀，170，170，有你破纪录。好，下一位，这一组就看你了。你们这一组都没什么运动细胞啊。我是李小龙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我是李小龙。来了，表妹加油！表妹，火力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表妹火力啊！你看，
140公分，他的脚比那个鞋子还高、啊。对，对啊，鞋你看这里脚踢到这里，脚一抬都200了，你对啊，你看来看，轻，你看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撑头点嘛，100。我是李小龙，啊，冲啊！这次了。你看，腿多长啊？有了，各位，有了，190，200，没有，还没，190，差一点，190，破纪录了，目前最高纪录了，何宇队目前是190，哦，来欢迎黄小柔队，佩佩加油，加油，哦，表妹冲了，你，好，不要动，七八，120，好，再一次，表妹，鞋子就直接一。就把它甩上去了。鞋子好，我是李小龙，阿达，甩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差点被他甩上去，哎呦，很有机会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被他甩中了，你们就倒了。对啊，甩中也算。目前最高分数190，何宇文队暂时领先。小龙，目前换我们的表弟来啦。目前黄立行，黄立行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种身材，你这种长度，对，如果你没有到200以上的话，训掉，对不起何宇文，对，真的。我是李小龙，少加油，加油！啊，我记住，没年上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我是李小龙，冲，冲快点，速度成效，快点，速度成效，对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190一样，哎，没有，这个200公分，哦，有了，200，难度又更高了，是的，求的是黄小柔这边就只剩表弟了，表弟了，剩下最后一位表弟啊，一点都不求，我表弟拉拉队了，最后的机会，如果你到210的话，就把我们都干掉，不要让人家让人家笑，谁笑乱讲啊？谁笑乱讲啊？对啊。但是表弟这个近视好像蛮深的哦，几度啊？加油，700度，加油哦！无所谓了，这个不用视力了。脚又离小了，拖拉过来啊！拖拉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哎呦哎呦！后面还有人也受伤，哎，换你脚了，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，再一次，恭喜拜！我是李小龙，快点，加油！指头有没有到200？看看有的话就 PK， 200公分 ，PK， 指头有到哎，各位小胖胖跟表弟两百，所以现在剩下表弟跟表弟两个人对决 PK， 一人一次机会，一人一次啊！我是李小龙，来了，到底能不能突破纪录200了？200了，突破纪录200了！注意看，终止。230公分，230，好，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表弟，表弟加油喽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不要辜负表姐对你的期望了啊！哎，要是如果待会啊，你没有年超过230的话，再做节目吗？好，我请准备表弟，你们 do your best，OK， 有有，走，加油，我是拼了，好了，快来，拼了，跳，加油。是我们何宇文队获胜。好，休息一下，进入我们主力单元199，全家吃到饱。199全家吃到饱游戏规则，这是个结合速度与胆量的游戏。两家族必须一边包寿司，一边吃到另一家族的寿司，只能包到21个寿司不被吃完，即可获得最后胜利。相当简单了，预备，不合格的就抽掉哦。注意哦，哦，199全家吃到饱 ，Go， 加油加油！现在看到了，要做好一点，要做标准哦，大家要做标准哦。妹妹，哇，表妹不错，只有饭，哎，饭要塞满哦，饭要塞满，饭要塞满，对对对，那个豆饼。好，我们这里已经做两颗了，两颗喽。我们这边速度是很快哦。芝麻不是粘在口啦，芝麻是粘在开口那一个，开口那一点点。
快点，哎，赶快过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赶快吃掉，好险，我就把它吃掉，快点，表弟，快点，把他们做好了吃掉，快点，把他们做好吃掉，表弟，快点，哦，表弟很会吃，哦，派你来就对了，表弟派你来就对了，快点，不能吐掉，快做，赶快回去做，不能吐掉，不能吐掉，要吃掉，不能吐掉，我们这边已经做了五个了，小猫这个蛮标准的，这个这里才做两颗啊，加油啊！我们这边五颗了，哎，表弟来快点，加油，过来吃，八颗了，八颗，快点，表弟把它吃掉，表弟终于给他一个用场，表弟把它吃掉，对，把它吃掉。哦，哎，哦哦，你们这个表弟太猛了，厉害，我加分来哦，哦，哎，这个表弟干嘛了？妈妈过去帮表妹，表妹帮忙吃一下，表弟吃他们的，快点，妈妈过去帮忙吃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把它快点掉，妈妈，妈妈，对对对，表妹快点把它吃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好紧张哦！表弟又来了，表弟又来吃了，表弟再吃一颗嘛！哎，你们这个恐龙表弟很可怕，做快点，做快点，快点！妈妈过来吃他们的，快点！妈妈过来吃他们的，吃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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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二四六八九颗，哦，妈妈又拿两颗，妈妈，妈妈你可以吗？要吃完了，你要呼吸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我怀疑我们今天饭会不够哦。有有有，我们还有饭，还有饭，这边快完成了啦！表弟快点，加油！表弟厉害，还在吃，还在吃。还有谁没吃？宇文来吃了，宇文来吃了。都吃掉，快快点！小肉一次吃两个，小肉一次吃两个。加饭，厉害厉害！哎，他们剩下四个啦，快点啦！快吃掉，快点！剩下四个，过去吃饭。表弟快点，表弟过去吃他们的。阿姨过来了，阿姨来了。又来吃了，又来吃了哦！表弟快快去吃哦！快点！哦哦哦！录完这个单元，他们可能五年内都不会再点这个。加油加油！你做快点，我们用速度取胜。我们这边剩下三个，剩三个，快过去！三个，我们就要表弟来了，表弟来了，赶快！剩下两个，快过去！阿姨，剩两个，快报快报，快报！剩下两个，剩下两个，剩下两个，快点过去呀！快点快点，剩下一个，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剩三个，表弟，哎，表妹表妹，快点，表妹。快点了，他们剩下五个了，表弟，表弟，快点，这里剩五个了。表弟哦，这时候两个，两个，快上去，剩两个，两个，快上去，剩三个，最后三个，快点，最后三个，剩下二四，最后一个，快过去，剩下两个，快过去，快过去，过去，一，国标。又被吃掉一个，又被吃掉一个，又被吃掉一个，旁边快过去，走，剩一个，剩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快快快，还有两个，快快快，小龙快过去吃，过去吃，快点快，吃掉快点快，老龙，快点再两个就有了，还有这三个三个，快点，他们快完了，快点，最后一个，把旗子拿起来，来不及了，哎呀，差一颗。各位，哇嘛，刚刚这一段影片啊，谢哥，各位，我心里面我感觉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好像七月份有没有？哎呦，才见教有没有？这个我给你报告啊，表弟，胖吃了十一颗，表弟，表弟又变胖了，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的黄小柔这边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我们差一颗而已，真的。对，哎，这真的差一个，就差一个啊！所以这个今年输赢啊，结果是在表弟身上发生的，真的有没有看到？完全扳回一城，成也他，败也他，太高级了，你好，好厉害了！马上进入我们要拿奖金的单元了，步步为营，放大老虎，击七虫。为赢游戏规则，这是个结合胆识与平衡感的游戏，在每一个啤酒箱上都有1000到2万不等的奖金，只要叠上一个啤酒箱就可以往上爬升一格，每个金额都有指定数量必须叠完，奖金才可往上加码。3分钟内叠完指定数量并站稳，即可获得所有啤酒箱上的累积奖金。好，我比较熟啦，表妹你看，好，表妹厉害啦，运动健将，其实应该你来玩呢，但是我比较熟啦。哦，你不敢上去是吧？我不敢。我们来看看他失败的画面，来看看，怎么讲？表妹来了，好吧，那你负责递箱子啊。好好，你们准备开始，走，有计时哦，步步为营开始，有计时，好了，所以表妹加油了，踩上去，踩上去，踩上去，右脚，右脚在另外，对对对。
块。表妹，你这样正确，你最少有2万块。对，这个重心啊，3分钟的时间。对嘛，表妹，对，算哦，对准啊，对准啊，从头到尾就是长球，对了，对准，对准，跳，交给他，交给他，对准啊，表妹，对准，跳下去。对，后面一点，后一点。表妹，对了，你的重心要放在前面。对。OK， 好，再来。好，宇文再交给他一个。目前已经3000元了。表妹加油啊！平衡感很重要。对，身体往前。对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压着。哦，漂亮。然后你的重量把它压下去，加入李唐华了。哦，过来。哎呦，没错啊。第五个上，上，第五个了，加油。这话这，杀青的来啊！杀青那个太给力了，七千啊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在后边点 ，OK， 这样可以，这样不可以的，这样不可以，你让他摔死啊！是近视了，哎，不能帮忙。好嘞，好，上去，好，踩上去，1、2、3，重心要保持住，哎，重心保持，等一下。往前倾一点，对，往前倾一点，保持平衡感。哎，不要抖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哈。好，时间已经过了1分钟了，加油，对准，还没对到，交，好，再压好，来了，对到，已经1万元了，快点，再第一个，来13000要来了，哎呦。来，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给他加油一下！哦，踩好，踩上了，他那一支板拖了，你看嘛呀？来，过来，13000了，这个3000，这个跌了，13000，不要抖，慢慢来，不要抖，不要紧张，稳住，你只要不要掉下来就 OK， 不要抖，奖金通通是你们的，不要发抖，你会冷吗？我们一直发抖，不要抖，来，倒霹雳，重心往前，动上去。来，往后一点，动上去，好，脚，往前一点，往右一点，好，可以，脚先上去就稳了，往右，最后60秒，赶快，好，上去，加油了 ，OK， 可以，不管了，脚踩上去再说了，对了，你的体重一压它就合了啦，脚，一。后脚，1、2、3，上去，1、2、3，上去，1、2、3，上去，加油，快，没时间了，好，哎呦，赶快再拼一个5000的，再来五千，交给他，大哥有没有机会得到18000？加油，这个再上去就18000元了，加油啊，加油。18000，快点，表妹加油，加油，时间剩下35秒，还有，小心，加油，往后一点，后面一点，18000元，这个完成了，18000了，18000，加油了。全家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。好，这样可以，身体自己保持平衡。好，上去，踩上去就。给他一格10000的，来，快！我给了，快点，一万的，10000的，快点，快交给他，多少钱？交给他，脚上去，18000，脚上去，宪哥再给你10000，就28000了，赶快。手小心，好，上去，好像歪。啊，管他，踩上去就平了啦，靠你的体重，1、2、3，上去，1、2、3，睡了，坐住，哎呀，可惜，来来来。
下来，还18000元，有没有看到？差一点点了。哎，本来我差一点点了。对啊，精神可嘉。抢完抢，好不好玩？腿软了。腿软，会怕，其实蛮累的，对，所以要维持这个平衡。对，有没有拿到奖金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觉得好玩就好了。对，没有啊，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妈妈，对，语文呢在艺能界有我们这些大哥在，我们都会照顾她的，好吧，谢谢啊，好，还有我们谢谢小龙，也一样，希望他这个成绩能够越来越好，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礼拜一到礼拜三记得收看我们的棒打老虎鸡吃虫。